然后我们也特别借这个机会感谢全国的球迷，也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们确实没打好，然后他们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希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运动员的一种修炼，包括对我自己，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以前这么努力哈，都我们取得成绩都是成正比的，那这一次确实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，就说明我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到位，希望大家，但是但是球迷一直不离不弃，所以非常感谢他。谢谢郎导，谢谢郎导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